卓嫂，我们都特别好奇，你见过他最怕的到底是什么？我没有见到过他怕什么，只是说啊，是吗？怕老婆有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不是怕吧，是。你想结婚生孩子？想结婚生孩子？哎，齐哥，你看。你的夫人也在旁边，哇，郎郎！哎，齐嫂，见到过你老公和哥哥们一个热血沸腾的表演吗？我觉得就是融合的特别妙，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，然后就是刚才宝宝，涛姐问的是那个，就是你看没看过这种舞台？我当然没看过呀，你们这第一次我是来看到你们这，你们之前我也没碰。就是那个我跟哥哥们一块儿这种绝对没看过，但是之前我们乐队在外面演出那种他经常看的。齐嫂，我跟你说一句话，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的？有一次呢，我跟张琪哥哥，我们刚好说，哎，嫂嫂加个微信，然后一扫，哎，猫粮是我的。我说，齐哥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他因为我老婆叫韦佳，有一个猫粮是他的名字。我说，猫粮是你的，我觉得狗粮也是你的，好吗？我们替网友问一个问题啊，大家都说齐哥又会唱歌又会做饭还疼老婆，就是我们最想嫁的那种男人，所以齐嫂他是这么完美的吗？我觉得他挺完美的。I love you。 爱你爱你。蔡少芬姐姐刚好有话想说。对对对，其实我不是想说话，是我的好朋友想说，她要说她支持她的老公，叫我代替她说。阿婆，我祝老公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朱茵啊，现在老公好好享受，尽情发挥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英雄。是他叫我说的。我知道了，就是老婆，我也爱你。